姨就会为您来做解决。然后您如果说是要时刻表，这里也有提供。那如果说你东西不见了，然后不管是掉在车站还是掉在车上，等一下看我，那都可以咨询我们的阿姨。为什么黑的？我们的阿姨。我写功课你们就要自己写了，阿姨没有办法。对，那如果说你们有什么东西不见了，就来这边，然后这边会有阿姨为你做服务。那如果说呢，你们有一些票务的资讯不大懂的，也可以来问我们的阿姨哦。所以这一个地方算是一个全功能的多功能服务台。那不管有什么资讯啊，都会在这里做展示。那我们也欢迎各位小朋友爸爸妈妈来这边跟我们做索取哦。那各位小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阿姨的，都可以尽情的来问。那我们的服务时间呢，是每天的8点到下午的5点。